大哥，我觉得你面熟面熟，你可能有看过我影片哦，有吗？旧增山口1.5公里，然后这边的话是五日汤镇，大概5-6年前，然后要去印度的克什米尔之前，跟我妈来日汤镇，算是我第一颗小百岳吧，这是小百岳。我、哦、就不用写了，你身份证给我就好，我看一下。哎，等我一下。不是因为你如果有登记住宿，我这边有资料。哦，就不用了，不一样。这是临时来的，哎，单日啦，不是临时的。对对对，单日的。是，就是它有一个凹类的平面。谢谢啊，谢谢。
没有戴头盔，我要让躲住啊！好恐怖啊！刚刚听到唰唰唰唰唰，然后还有听到脚步声，应该是三枪吧。什么？秋天胜旅行，对不对？你好，你好，加油！所以今天住快谷啊？对，今天住快谷，加油！3K 之后，超级陡上，哎，时间快到，你好，我在 YouTube 上看你的嘞，所以你认得出来。出来你好，你好，有缘有缘才会在山上见。好啊，来啊。只是我身体很臭，流好多汗呢、啊。哎，你们是要下山吗？哎、欸，我们想说，今天应该下午会出大景了。下午啊？嗯，应该是会了。明天天气就不好了嘛哦。所以我们想说早点下，我们是单程。这样子往返，哦，单程往返。你们今天也是去，你们刚刚早上上来的。对啊。OK。那快谷我们就不去了。嗯，本来想说要去住快谷，然后明天早上上去。好了，跟你拍一张。来啊来啊来啊！来。庄主，我如果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再上去宫顶哈。如果以现在这样子的时间。现在上去。现在上去应该太晚了，对。太晚了哈，所以我因为我今天有住快谷山庄，我有登记，那我所以我先把东西放回去，然后再过来这边等云海，这样吗？可是这个话是下午。哦，下午这边的云海，下午大概几点呢？台东那边。哦，早上是台东那一边。登顶啊，你早上上去的话，哎，这个云海上去大概2点上去。对对。到林线上看日
到人线上面看日出，哎、欸。那台东那边会比较早起晴海。哦。下午的话就是屏东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是屏东这边。哦，好，今天就喜多利断崖哈。好，那我就先上去，然后放东西，再拿相机这边等。对对。哦，看的云瀑好漂亮哦。哎呦。哎、欸，好。你进去的时候，顺便跟我们的管理员先报告一下。好好好，谢谢谢谢。就是最后水源区嘛，哈，反正就是会有两个，然后第二个经过就没了。对，第二个是一个长方形铁桶。嗯，它不，哦，好，哇，从那边走上去啊，明天。但是六以后再上去都硬的哦。哦，是哦，你说最后水源区上去就更硬了，就跟这边上来一样硬吗？比这里再硬。真的假的？我觉得在半途遭遇的时候，他就一直提醒我们，他就对他觉得我们应该会撤下来。是啊、哦，因为我现在一看就知道我们是霸咖。十三个钟头，就是在等他们。我们要破快股最慢记录。快股去，快股回，13小时。对，最慢十三个钟头，13 OK 的，13 OK 的，19。哦，19哎、欸，要长那个80岁哦，快要一天了、欸。小朋友，哦，那例外。哦，小朋友本来对啦，小朋友大人的又到17哦。李月，我们没有破纪录啊，还好，给我们一点信心、啊。而且我们上百公斤哦、喔。哎呦呀！不是，他100多，他100多啊！一看就知道啦。可能你100多还可以这样，感觉轻轻松松。你看你还可以笑得出来，感觉应该可以吧？没有，昨天就笑不出来。昨天就笑不出来啊！昨天笑不出来。遇到我们笑不出来、啊。没有一段岔路。二谷山庄的话，过去200公尺，然后三角点。5公里，从旧登山口上来是4公里，就已经花了蛮长的时间了。那明天路程又更艰难，5公里要好好的心理准备。现在先去快谷山庄，先放我的装备，然后换一下衣服，穿一下保暖的衣物，然后吃一下东西，再过来这边看风景。营地好大，而且好漂亮。感觉有点像那种救国团，小时候参加救国团那个澄清湖的营地，下面还有那个木板，然后那边还有洗手台，看起来很完善。哎呀，快谷山庄！哎，多久以前就抽了、啊？没有哎、欸，我前两个礼拜才抽呢。真的哦？对啊，因为过年他没有客满啊，没有人来，应该是后面几天比较可是他这里听说二期都满，他听说这里过年没有弄吃的，只有一天，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开始26号就有了。这样啊、哦？对，带吃的上来。没有，这里有在煮，他有那个什么，对，你给他上网打那个大五什么工作室就有了。他们食材要自己，他都帮你弄好好的，都帮你煮好好的，做菜超哎。对，飞上来是很辛苦啊，就是付费啊，啊？应该没什么人上来，还是有啦，应该还没有上来吧？还没有，应该是还没上来吧？不然就是真的有很多人会取消啊，因为明天天气不好。对对，明天下雨。你装备齐全，明天攻顶。对，我明天会攻顶。我等着看你这一题啊。可是下雨就不会攻顶了，下雨就洗多利断崖。不行啊，我就等着看你这一题攻顶。你要把3角点全部玩完。如果有登记的话，是跟您说吗？你是要住宿的吗？对，住宿。等一下，几个？有我一个。我自己一个而已。对。需要给你证件还是什么吗？不用，帮我讲一下。好。4号，对，两个晚上，对，4号在这边，好，有没有来过？没有来过，介绍一下，谢谢。哇，这个有睡垫哎，好好。哎，这里有睡垫。没拜。这边4号。哦，4号。好。啊，背包放架子上面。对，我背包放架子上面。对，好。吃的还有都是掉在挂钩上哦，吃的掉到这个线哦，这个铁线，好，谢谢。好，就是那游戏式的那种睡垫，还有洗手台，洗手台还有水，哦，好棒哦，不要声音哦，不用不要声音，好，厕所在那边，厕所在下面，好，男生的小便池，然后，中间一间是男女共用，哦，最右边一间是更衣室，好，
好，这边下去。哦，好好好。这边没有路啊。OK。带头灯。好，谢谢你。上厕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点那个。哎。上岸的时候屁股一定要在你这个洞口。哦，一定要在那洞口。因为在这边的话，它水直接冲洞口，这样就冲不到。哦，冲不到。哦，好。它记得这个水开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关起来。珍惜水资源。哎，好的好的。因为你没有关的话，哈，不是珍惜水资源而已，等于说后面的人就没有水可以冲。哦，这边都是。因为我们那个这四个铁四个水桶啊，那四个水桶就是它的水就冲厕所啊。哦。这边水都没了就没了哦，因为那个水厕所冲的那个水蛮大的。这水是接上来的吗？还是山上的水？山上的水。山上的水接过来的。哦。垃圾桶只放卫生纸跟卫生棉，其他都是要带下山。好，哦、好，谢谢你。然后，这个架子上面哈、哦，对，吹煮就是都在这个上面吹煮。哎，对。好。啊，记得，吃的，哎，还有垃圾一样，都是要挂上面。为什么要挂上面？怕会有黄。这边有小老鼠，黄喉蛟。哦。而且你钓的时候，有不能钓的太低哦。太低，他们还是拿得到。对，他们还是把你那个垃圾袋咬破。好好好，谢谢。啊、是怕你吃的，他们干光以后，你回来就没得吃了。我应该会浓缩成两天一夜啦，就可能明天攻完顶，可能就下山。哦，那如果说你。供顶完你要直接下山，要跟我们。好，我再跟你说一下。因为这样挂，到时候可能找不到。好好好好好。OK OK， 我再跟你，反正您都会在这边嘛，对不对？我们至少会有一个人在这边。好。明天可能我会下去。哦，你明天会下去。下去处理那个我们那个解说牌。哦，解说牌，好好。你要擦一擦。哦，过年要大扫除一下。好，谢谢你，谢谢。几点出发会比较好呢？明天几点出发？如果说你是。打算说下来以后就直接回下山了，那你可能我建议你两点之前出发。两点之前出发？对，两点之前出发。这边之后的路算明显吗？是很明显，是很明显。好，应该不会走错路了。可是通常我们在评估你脚程的那个大概就是你从新登山口到这里走几个钟头。从旧登山口到喜多利断崖大概是两个半。两个半。然后新到旧的话大概一个钟头多。一个钟，那是四个钟头嘛？对，抓四个钟头。四个钟头的话，你大概就是这边到三角点再回来，乘以二，乘以二，八个钟头。八个钟头，所以你如果你是两点出发的话，对，大概中午之前就回到这里。那中午之前回到这里，四个钟去整理一下，一两点下山就很舒服了。就这样你就不用等了。好。那如果再摸黑下山，更就是更注意了。反正没有申请，只是想说明天天气可能就不好了。哦，对。那如果明天如果下雨的话，还您建议还上还要上去吗？毛毛雨跟大雨。其实这边哦，因为我不知道气象报告，如果是后面是从北部下来的话哦，那如果北部下来跟这边大概时差会半天哦，再差个半天，差半天那、好，没关系，就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就下山。我就今天看喜多利断崖就好了。对啊，喜多利断崖感觉也不错哈。等一下下午去看一下云海。哎，张子来了。干凯哦。还没有扫。路差扫地了。形象。休息一下。啊，我先换衣服。OK， 我下山了，我没有继续登顶，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我原本昨天，应该算今天早上清晨两点的时候要去做登顶，但是昨天晚上睡觉睡到九点，大概是
15分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那今天早上我就确定我东西都收一收，那庄主也是建议只要一下雨就不要再上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他是说那你可以继续走，那走到只要一下雨就撤退。那是今天 一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地板就都湿了，然后我撤退的时候有很多的大石头，我觉得也蛮危险的。虽然昨天干干的很好走，但是石头你知道一湿了就会滑，不管什么鞋子都会滑。哦，我要跟大家好好的讲一下的原因是，我刚刚遇到一个背35公斤的，然后连快骨山庄都没有走到，但所以就可能功课没有做得很足，所以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统整一下。大概有几个地标，就第一个的话，你会先到新登山口，过来是旧登山口，之后呢，旧登山口登记完进去，先讲新登山口好了。为什么会有新跟旧？因为之前台风把那个路给崩塌掉了，所以现在没办法直接到旧登山口，你一定要先开车到新登山口。那到新登山口，我用 Google 也查不到，就是那个你直接打大武山旧登山新登山口。没有地标，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打那个在前面一点点路段有一个叫做大武山观自在，算是一个餐厅吧，还是一个山庄，我不清楚。反正你可以打那个观自在，然后从那边导航过来，到了观自在之后再往下开几公里就可以到了，大概7分钟，再开7分钟就可以到了。对，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进了泰武部落的那个门的之后，在左边会有两条路。很多人应该会不知道会要走哪一条，因为我也不知道，不错。所以你可以数过来左边的第二个岔路，开进来，应该是大概8公里左右吧。反正你就开进来，然后沿路是山路，然后前面还蛮好开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产业道路。那现在的话，因为我大概5年前左右吧，我有来一次日汤真，然后我一直忘记，因为那时候也是给别人带。那日汤真山的话，那时候旁边还没有挖到这种，就是有一个停车场，可能因为大武山真是太热门了，旁边停路边，然后停到很车子没办法回转，所以可能这边有挖了一下。然后你开进来了之后就可以到了新登山口，然后呢你走大概1个小时到了旧登山口去做登记。那登记我刚刚前面有讲说，你要先上入山证，或者是你没有申请入山，你也要去泰武部落的那个警察局那个派出所去做申请入山。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去申请快骨山庄的营地或者是床位的话，价格是250，假日300，然后营地的话，一个营地是400。那营地的话，为什么比较贵？你可以睡3个人、4个人等等，但是你就要自己带帐篷跟睡垫。那快骨山庄里面其实已经有软垫了，我觉得还 OK 啦，可以不用带，因为天气也没有到很冷，南部嘛。然后庄主、服务人员都很好，不是说只有拿相机，他们就可能就态度不一样，没有，他们对每一个人一进来会带你去找床位。介绍当地的设施，然后厕所，我第一次就是百越的这种山庄，他的厕所是没有味道的，他厕所清得很干净。然后他也跟他讲说，哎，你的洞口要向左转哦，要对准哦，因为他们清理不好清嘛。然后自己垃圾自己带下山，你要不要登顶，其实都在于个人。那庄主跟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建议你，对，那你不管你要不要登顶，你都要跟他们庄主跟工作人员去做登记，因为他们要管控一下每个人登山客的安全。晚上走的路况呢，我觉得都蛮好走的，不太会有什么岔路，然后有些断崖的地方他也用网子去做一个安全的防护。然后如果有岔路的，虽然你遇到有岔路，他有一个牌子就是说，禁止进入。哎，这个电池再不改进真的是我讨厌的。我刚才讲什么啊？对，我来爬北大武山这个路线还蛮多人认得，就是他们就说很多阿姨叔叔，然后就说都有看过我的影片，大概遇到10个人哦，有6对吧，有6个，差不多60%的人都有认出来，哇，很开心，很有成就感，我拍的影片都有人看了，然后他们都很热情。对，比较舒适的地方应该是我的水带太多，差不多如果假设你从旧登山口走到快骨山庄，
2.5K 的时候有一个水源，那边一个水龙头，所以那边就有一个水，所以你水不用带太多。如果要继续再往上面走的话，4K 快谷山庄嘛，你再走上去还会有两个水源，有一个好像是在 6.9 吧，还是 6.3， 有一个最后水源地，你可不可以这边装水？所以水的部分我觉得是不用带太多。安排行程的话，最推荐的话是三天。第一天呢，就是跟我一样，从行登山口走到快谷山庄，然后放完重装之后你可以休息，休息完你就可以去那个光明顶，就是喜多利断崖看夕阳看云海，轻装攻顶完回来，然后之后整理装备再下山。然后一天的话，我今天很多哦，今天跟昨天很多人都是走单工的哦，又有家人带两个小孩子的，然后走单工，还蛮多人走单工。但是走单工的话好像基本上都是从天黑走到天黑，对，都要走超过12个小时左右，但是看每个人的路程。但是我下次来的话，我说真的想要单工试试看，就是不住快谷山庄。有人要跟我一起吗？对，报名报名。然后第二部分，因为我这次是一个人来嘛，那我会去下载 hiking book。 虽然这边的路况很好，地标很清楚，但是我毕竟是一个人，那尽量可以把登山风险降到最低，所以的话我会下载这个，跟你们介绍哦，这个 hiking book。 对，那我也会把下载的连结放在下面，这是免费的，它有免费版跟付费版，然后其实用免费版就可以符合到我现在的这个行程，它有一些付费版的话功能会更齐全。因为正常的话我们上山其实不太会开网路，那建议大家就直接开这个导那个飞行模式就 OK 了，那也不用到关机，因为你关机开机要花时间，那我会开飞行模式，然后就会比较省电，然后会开这个省电模式，我就把它开启，那他就跟你讲说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你就我也会放一下那个连结，有一个人他我也是上面下来 download 下来，就是有山友分享的，然后他就会写说他是走两天一夜的路程，然后几公里几公里到，等一下几公里到哪里几公里，像我现在人在这边嘛，然后他这边就会有写说登山口出发，然后这是旧登山口，然后他只要靠 GPS 不用任何网路，他就可以知道你说你有没有走在你的这条绿色的轨迹上面，然后你大概走到哪里，像比如这个的话就是旧登山口三岔路 1.3K 就是旧登山口，然后再往上走。我觉得这个 hiking book 的这个路线还蛮方便的，然后也有其他的啦，就看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还没有尝试过过夜的，那因为过夜的话可能装备会比较多，保暖的衣物嘛，睡袋嘛，帐篷嘛，如果你没有抽到床位的话你就要搭营地，营地的话帐篷睡袋睡垫。那我有上网查一下，有一个叫做北大五高山协作工作室快谷订餐，你们可以直接跟他做订餐，你就可以不用再带炉子。然后睡袋的话他们好像也有出租，好像一次好像是200吧，我看到的那个价格啦，他们有没有更新我不太清楚，所以你们可以跟他订餐。像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三位协作，哇，背刺十几公斤超大包的，我觉得对，如果假设你比较有一点点担心你可能会背太重走不动的话，你们可以直接订这个高山协作啊，联络资讯我也会放在下面啊，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做跟他们做订购。我有给他去询问，回复还蛮快的，只是呢昨天他们大年初一放假，对，北河，所以我也没有给他订餐，不然我也想要给他订餐，然后就直接在上面吃。那所以我没有，基本上我这次我没带炉子，我就带了很多的干粮，就是面包嘛，然后轻重量的糖果啊，然后盐糖啊等等。以上的资讯呢，就是我从新登山口走到快谷山庄的一些资讯，然后仅供大家参考看看。那如果假设我有漏掉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你想要补充给我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因为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非常希望有很多的山友回馈。那以上的资讯如果假设可以帮助到你的其他的山友的话，欢迎分享留言按赞。我好像都没有讲过这句话，很多人在念我说你要讲啊，你没有讲人家怎么会知道。对，就你可以分享给其他想要来北大五的，或者是想要去其他的山岳雪山中央间等等，就需要你们的分享跟你们的按赞，然后你们的留言才可以把我的这个频道跟影片就是扩散更多，因为有演算法的关系，越多人热络的讨论的话，这支影片就是代表有比较有价值。那以上，我要回家吃年夜饭了，各位新年快乐。
拜拜。啊，你自己一个人来哦？我，你有带团吗？没有，跟我太太。啊，你跟你太太啊？哎，你住高雄吗？我住屏东啊。你住屏东啊？对啊。我们之前，好想上来。哎呦，我们两个要照一下像鸭子哎，大